一跟摊贩握手，展现亲和力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小年夜傍晚，特地到艋舺夜市跟摊商拜早年，还化身在地美食达人。蒋弟弟第一站直到梁元潭，一口接着一口爱不释手，看到老板是厅长人士，特地用手语道谢。身为婆妈杀手的蒋万安一现身，老板娘们立刻送上美食，把蒋市长喂饱饱。哦，哎呦，好开心哦！ 香喷喷鱿鱼丝，一口吃下肚，虽然天气冷飕飕，也挡不住热情粉丝。整条夜市被挤得水泄不通，抱抱合照样样来。市长敢吃辣，我吃辣，我吃辣。哦，市长有吃辣，有有有。接过猪血糕，先大口闻香，夜市必吃美食当然不能错过蒋万安，真的很懂吃，也没错过在地老字号爱玉冰。好耶，真的好吃。吸一口爱玉冰，露出满意表情，还比出大大的赞，吃遍整条街，除了走访夜市拜年，蒋万安。 这回还当起财神爷发龙年限定发财经，排队人龙看不到尽头。蒋万安限定红包3分钟就被秒杀，人气哄不让，大家都想沾沾市长喜气，过年讨个好吉祥。镜新闻高远新余嘉伟采访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